会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成员很多哈、啊，可以代表很多社区的意见。因为其实很多社区在办活动的时候，都会面临到动员困难的问题啊，所以大家提出很多想法啊。我想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，就是要鼓励我们的民众啊，其实尤其是干部要放弃主观的成见了、啊。很多人说那个就刚刚古时讲提的那个协会，那到底干什么？我们那个根本不需要去扫地，不需要办什么活动啊，这要放弃这种，因为有这样的活动，社区才会进步啊。第二个要居民放下身段啊，要能够，尤其是退休公务员啊，要勇于参与啊，尤其因为他们领了终身俸啊，他们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可以改变他的形象啊。第三个就是张贴海报哈、啊，然后通告啊，透过像普利镇公所很多的垃圾会广播哈、啊，让很多镇民知道活动在办理啊。其实很多社区在办活动都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，讯息没有传达到每个人哈、啊。第四个，邀请对社区有影响力的人加入哈、啊，就是把 key man 找出来，他的连结网络很。